你们一定要把他救活。我们会尽全力的，可是他身体非常虚弱，恐怕……他要是死了，我就枪毙你。他好像有话要说。我要出去。 什么声音？报告大佐，声音好像是从城门方向传过来的。你留在这里，看住他。 青年会那边我已经通知过了，他们随时准备行动。好，刚才的爆炸声势怎么回事？警局发生暴动了，他们正在攻大长门，看样子准备突破出去。太好了，志明现在就在医院，你马上带人去营救。我组织青年会的学生协助你们突围出城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。 狠狠地打！打！打！
春假。走不动了，我想上厕所。上厕所？哎，等一下，他要上厕所。放一会儿，他在原地休息一下。哎，咱们离山上还有多远呀？还得翻过几座山。哎，现在不能吃东西。咱们存粮不多，得省着点吃。进了山还得走好远呢。你要实在饿得不行了，先喊一块再宰呀。
怎么办？就俩鬼子，怕啥呀？看我的！撤！快到农村走，往哪走？先往前走。好，前头跟我走。几个去那边，三人跟我走。呀，有鬼子！王八蛋！
别管我了，快，要走一起走。我走不了了，我走不了了，快走，快，快走啊，走，走。快点走，都别看了，快走。跟他们拼了！不行，你不能又来啊！可是咱没弹药了，要不我去把他们引开。不，不行，你这不是去送命吗？反正咱也逃不出去了，不如多干掉几个鬼子。不行，咱心藏起来，他找不着咱，咱就能逃出去了。
想死啊！哭啥呀，贺青？不就一死吗？从悬崖上跳下去，咱不能落在鬼子手里啊！抓紧我，我们一起跳下去。母亲，你能原谅我吗？以前咱俩老是吵架，现在想想，我真不该。你别恨姐啊，都是我的错，你也要原谅我。没事儿，咱下辈子再做姐妹。连第五军的，你们得救了。真的，我就知道，我们不会死的。